少年时期的威廉王子颜值有多高。看完这些珍藏的相片，你就明白了1995年13岁的威廉王子进入英国最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。威廉王子穿着灰格子西装外套，打着领带，金发斜分，按人女王子无争议，也有几分菲利普亲王的风采。少年时期的威廉王子的颜值真的很高，遗传到戴安娜王妃的一头金发，温暖的笑容是如此的帅气迷人，举手投足间尽显王子范。1997年15岁的威廉王子在去苏格兰巴尔莫拉城堡时的留影，那时候的威廉身材瘦长，他的笑容极为的腼腆，却不及哈里王子的调皮搞怪。2000年12月18岁的威廉王子选择到智利去做一段时间的扶贫义工时的留影，那时候的威廉阳光帅气，头发浓密，他的长相完美的继承了戴安娜王妃的优点。2002年20岁的威廉王子在运动场上挥汗如雨的帅照，威廉王子不仅是伯福特马球俱乐部的一号会员，还喜欢踢球、打网球、滑雪等，兴趣爱好极为的广泛。少年时期的威廉王子，他的相貌都有母亲戴安娜王妃的影子，那时候的威廉王子曾是多少少女的梦中情人，难怪凯特王妃会对其一见倾心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